是。不能采矿吧？那可以采矿吗？那他可以采什么？而且看整个画面都在震。然后呢，木质锯嘛，一踩就坏了。浮发好像没有效。旁边这个家吗？我看。我看到了十字孔和门，是不是？木筏要踩两下。那这个家已经空了吧？哎，为什么卡住啊？又卡住了呢？尸体是不是？哦，可以了。没耐力，耐力好低哦。
有东西吗？空房子吗？哦，他耐力也会很慢，吸波都省了。光了吗？一零。